like $1 billion right now. Yeah. 本来看好是没的，其实老实说其他的 actually 是我没有什么关注，不过唐山我有关注，而且就是他演反派的时候真的非常讨厌他，所以他演的时候我有 SMS 他了，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演出 yeah, 所以就我非常感动，因为 因为今天有很多前辈就是一直说希望我上台，所以可以得到前辈们的祝福，非常的感动。就想感谢我觉得一路上真的有很多人在帮我，很多人在鼓励我，很多前辈们还有很多就是给我机会演出的坚持们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机会我不可能站在这里，因为 所有的演出机会都是成长的过程，所以要感谢他们。其实我爸爸的那边就是他们都聚在我叔叔的家，所以就希望可能今晚过后可以过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分享。不过也不会太迟了，因为明天6点半要开锅。其实也没有，就是看了顺其自然了。我本身是看好郑思美。 我之前也是有跟他讲过，记者有问过我，我有跟他们讲是思美，所以我心目中可能是他吧。我想跟他讲，下个星期我们一起去槟城，我请他吃一顿大餐。